抱歉，这个是下半段，因为上半段的时候手机掉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按到那个结束了。那这是凯伦的头饰，是不同跑的，但背面都是这样子，没有像日本那样闪闪的，我觉得蛮可惜的，就是有点可惜。好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哦。最后记得点评、大家在这里分享，大家拜拜。